草布兰店是名店，气味辛苦寒无毒，主治肺热卡血，用清代一两，杏仁以牡蛎粉炒过一两，一起盐云，加黄蜡化和做成三指个饼子，称为青饼子，美福饼，以干式半个加定，外用湿纸裹好，微香嚼吃，米粥棒下，一天吃三次。小儿干粒，随不睡年龄大小，取适量清代以水盐云服下，有效攻气方说，孩儿杂病变成干，不问强雷女与男，凡热毛焦鼻口燥，皮肤枯槁四肢瘫，腹中时时更下痢，青黄赤白一般般，眼色黄鼻孔赤，古道开张不可看，饮方便是清代散，孩儿百病服之安，烂眼用清代，黄连泡水洗，裸粒未穿用清代，马齿苋同捣烂，每日敷患处。